目前还没有收到消息，请大家再耐心等待一下。小心！马总统跟侯市长刚才有特别派人前往邀请柯主席跟郭董事长，主要是因为侯市长还是非常希望这是一个公开透明的谈话。不过就我们所了解，他们准备的是三个房间，那这个比较公开的大的场地要下午4:30过后才能够来使用嘛。那侯市长就是非常希望说有一个公开透明的谈话，否则如果在小房间里头让外界有这个密室协商的误解，其实也不太好，对这个前元首我们的马总统也不太礼貌。不过因为刚才有看到这个科办跟郭办有透过不管是公开受访或者是简讯，其实都有再三的邀请，因此呢侯市长在下午4:30的时候也会前往会谈，那么马总统也愿意做见证人，就让我们公开透明走在野合作这一里路。
谢谢大家。是侯市长，下午4:30，我们就在这个公开透明的这个大的场地，他们好像说4:30过后可以使用。马总统也会一起到，是马总统是受三方邀请做这个见证人的角色，也会一同前往。侯友宜很坚持要在马办，但是现在郭还有柯都已经在君悦了，地点这么重要、啊？不，你这样想了哈，就是说彼此因为互信不足嘛，哦，侯这边一定认为说。你柯先去跟郭谈，而且这两天谈了那么多次，对不对？一定你们已经做好了一个局嘛，让我跳嘛，哦，那郭一定也说我做统姑哦，然后呢，他怕郭就是逼，我认为啦，逼这个柯侯配，我认为侯是担心这一点啊、哦。那相对来讲，郭台铭跟马英九哪个比较公正呢？那一定是马英九比较公正嘛，相对来说了啊、哦，因为马英九。他之前还赞成过柯文哲的全民调嘛，哦，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我也认为到马办比较适合了，哦，那到君悦更很奇怪，那是一个商业的地方嘛，哦，所以我当然两边如果都这样坚持，也蛮麻烦的了哈、哦。那他们现在不是已经派了什么谢正达这里去邀请了吗？哦，也是副市长啊，以前啊、哦，首席副市长来邀请他们到马办去嘛。我觉得可以啊，让马办可以。为什么马办要不讲啊？什么龙潭虎穴，你担心什么呢？主席今天要去见侯友宜吗？待会是不是要见郭董跟侯友宜？来，小心一点。你又不等侯，是不是有请他要退选？昨天有跟郭台铭通电话吗？这个门会打开哦。好，谢谢。那我们先问一下，因为现在呢，就是有收到柯文哲简讯说要来见面嘛，所以你要在马英九办公室等到什么时候？柯文哲是有确定也要跟你见面吗？刚刚我在电话中有跟柯文哲主席说。我们两个就在马办见面，他说好，啊，但我怕说他回去以后想一想会不会有改变，我就不知道。那我还是诚恳在这个地方，原本就在马办，还有一些问题没解决，我们两个就在马办把这些相关的议题理清楚以后，我们就共同携手往前走。所以是现在确定是要等柯文哲到最后一刻吗？我会等柯文哲。这是我们面对蓝白合作最诚恳、最友善的一个态度，我们要展现出来。但是刚才接到最新消息，柯市长那边好像不太想要来马办这里，他们希望可以寻找第三地。那如果是第三地的话，市长你会配合吗？其实已经讲好了，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非常方便嘛。你干嘛还要换其他地方？马办也是我们开始的见证人嘛，就回到马办，把事情讲清楚就好了嘛。这个很单纯的一件事情，不需要换来换去换地点，地点没那么重要嘛，重要是大家要诚心的肯坐下来面谈嘛。那我要在这里，我相信柯主席也会来的，因为既然电话也通过了，那同时也从这里开始，我们就从这里结束。不管未来结果如何，大家总是要面对所有全国的人民要给个答案嘛。你会觉得柯郭侯他们现在有没有可能酝酿最后会临门一脚的？我是这样想，有50%吧。
反正统哭再换人嘛，一开始猪嘛，再来马嘛，那再来就是郭总嘛。不管我觉得不必计较功劳了，最后谁能够完成的这个统哭，而让这个蓝白跟郭的力量汇成变成65%的选票哈、哦，我认为这个都是历史的大工程了、啊，都是救国救民的行动了。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